这是一款超厉害的搬运工具，一与电动原型抱家叉车。这款叉车采用电动升降和电动加爆的设计，能快速的搬运各种圆形物品，比如纸卷、棉卷、钢卷、磨卷等等。而且它还可以360度旋转，就算在很窄的地方也能轻松操作，工作效率大大提高了。如果你正在为搬运圆形的东西而烦恼，一定要试试这款一与电动圆形抱家叉车。有了它，工作就变得轻松多了。